庆鹏，赞。啊，好可爱啊，小朋友们的笑容超灿烂的啊。四三二一，2020入党四季红，春台四组，迎基础正式启动。来，这当中有多好的创意新活动，将在我们的除夕夜就正式的亮相。好了，看看前面镜头，先不做任何动作，先不做任何动作，先看前面镜头。镜头 OK 哦 ，OK 哦，钞票数不完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卡！谢谢谢谢！大家赚大钱，看不起啊！谢谢谢谢！哪里的？好多！希望大家数钱数不完，新年快乐！我是雨婷，在2020金鼠年，祝福大家天天开心，事事都顺心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林一倩，在2020爱你爱你，祝大家金鼠年心想事成，事事顺心。好，我是周子林，祝大家2020年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数钱数到手心心，新年快乐，谢谢。四季红啊，春南四福迎金鼠哈，你当记得除夕夜晚上啊，你当这五母庙哦，五节啊，你这点灯祈福的一个活动，你当讲按除夕夜开始，按六天的这个春节活动，就按你来开始，还有其东岸那么一个开灯的一个仪式，那么现场有水舞秀，你当讲哦，这水舞秀的内容啊也非常丰富。那我们开完灯之后会有一个祈福。开箱的一个活动，当开完箱会赠送每个人哈啊一个福袋，当我们来参加在咱社会在乡亲，当吼新的一年吼，来当吼我大家平顺平安哦，啊尤其啊在咱这正月初一，在咱这公会堂前面，包括这年货大街，当吼吼结合在地的吼农特产。他来呈现，会当予咱诶即个安尼，所来洛江旅游诶遮好朋友，能够来到吼咱即公会堂前，啊来买咱在地吼诶即农渔特产，还有我们过来下艺术村，诶当从近距离诶吼，即艺术家跟大家做一个互动，啊某即现场某 DIY 活动，比咱即安尼2月2号就是正月初九。也当讲咱这文庙文人圣地，大咱这文昌帝君哦，庙也采些四福的一个活动，也当讲结合咱在地所谓宗教寺庙社区，也当讲哦融为一体，啊，伫咱这洛江的这街啊哦来做一个采集活动。那也当讲今年咱的所谓活动哦，那么也当讲又来到咱这电玩博，啊，伫电玩博遐吼，伫这闹元宵吼，诶，这个活动，今年我们公所也举办了。在地啊，水舞间来做一个结合，来当很牛毛上的贵州的这会灯，啊，过来的主灯、副灯，哦，叫一哈啊，第一缸 AM 哈，啊，要来呈现。那彩街的部分，也当我的 AM， 咱这两天开始啊，结合在地的这些社区啊，地方的社团共大家共同哈啊来组织，啊来做一个彩街。来当讲今年咱鹿港哈啊非常的热闹，那鹿港也是一个城镇品牌的一个金奖，也当讲这些城镇啊，把咱鹿港哈。啊，也当比过去，也当更加老年，欢迎所有好朋友来到咱鹿港，大家来共度春节。请观众留意一下，是60秒的精彩呈现。这样利用卖个关子，这也是我们鹿港镇的大事。我们从除夕夜就持续到。